微笑和美好的地方肆意的生长，关于你的幻想，冬日的暖阳，像你洁白牙齿一样，一整天都在等你一个打扰。像微风来到五六月的花香，不太敢拥抱，连说话都蹩脚，时光太向日葵的合照，经不起太认真的推敲。我的世界欢迎你来到，光临我的美好，为你准备了些我不擅长的乖巧。我也欢迎你来到，光临我的古道，尽管来往岛屿的只有鱼和候鸟，也许是怎么了？你干什么呀，段嘉许？你叫我什么？不是你刚刚干什么呀？我们俩现在的关系，你叫我段嘉许不太合适吧？我刚刚根本就没有睡着，我知道你在干什么。哦，原来你没睡着啊？那我刚刚干嘛了？你说来听听。过来的，小声点说。嘉许哥，那我复习的时候你干什么呀？我就在这儿坐着。在这儿坐着？我想多看你两眼嘛。真的没办法复习。我不能待在这儿，一句话都不说也不行。喂，你好。是我。好的，好的，知道了。怎么了？面试过了。真的？真的？牛！什么什么什么？牛！你就是说，就是说那个 party 去不了了。哎，说什么不行？哎呀，那我们都先准备一下。你访问他访问的怎么样？一般那样吧。一般哪样啊？就那样。我看我还是给你几招建议。第一，哎，打住，千万不要。你跟陈强那套不适合我们家汪汪。汪汪还是靠自己吧。谢谢。